竹箭点中了穴道，这位逍遥客武功果然不错，吹箭三支同出，刃穴奇准。你们以后看到他，可得留心。是。师傅，这些竹箭是不是从洞箫里吹出来的？还好，幸亏无毒，要不然就太霸道了。 见过长儿，报。师妹，那孽徒走了。走了。五虎镇缺点太多，照目前的情形看，还不足以置孽徒于死地。师兄，咱们恐怕还得重费心血，再加改进。 五行变化一定要正反相生，呼其克制方可。掌门人，晚辈认为，如果换上几名武功更高的弟子来训练，或许威力会好得多。女施主说的是，老衲已有此意。师兄，雍正竟此一战。 恐怕就不会放过少林了。不错，师父，我们为什么不去找他们去呢？大师父，自从广济断去一臂之后，血弟子好像已经全部成为废物了。哦，江平，你怎么知道？弟子适才发现，那些铁弓手就是原来的血弟子队员。如此说来。
雍正已经失去了一桩残害武林的凶器，这些都是先机的预兆。师兄，咱们该着手计划，助此暴君才是。是。好，了义，弟子在。明中招示全寺僧侣，大殿集聚。弟子遵命。不要再躲躲藏藏，朱某人不想杀你们。我们是奉命行事啊，身不由己啊。朱大侠，甘大侠，请饶了我们。好，快滚吧。是是是。甘师兄，庙中有人。有人？不错，庙中有人。小弟感觉出来，有一股杀机。庙中之人必定是位高手。那会是谁呢？用剑之时，武功极高。师兄，何方高人，请出来一会。金平，数月不见，想不到你的武功修养又更上一层楼了。局外人，原来是你。朱金平，局内人姚一鸣自称好汉，帮在下找你的麻烦，在下在这里先行谢罪。局内人乃是挑梁小丑，不值得一笑。哼，不错，周金平，可是在下今日来此跟局内人是同一个意思。哼，周金平，我问你，碎心崖之约你为何不去？局外人，当时在下有急事在身，必须要赶到京师，没有办法分身。阁下客门留置，不成，朱某同意，朱某也留置相告，这怎么算是失约了？朱金平，数月之中，你的词风也变得犀利了。朱某不善言辞，就事论事。好，那么你我今日可否一叙前缘？听便。很好，那么你我就在这破庙之前一决高低。奉陪。哼，甘孟赤，你也算上。是吗？局外人，不必了。师兄，金平，叫小弟一个人对付他就行了。金平，你师兄，请师兄给小弟略战。今天小弟要好好的教训教训这个局外人。好，好，朱金平，你还算是有骨气。拔剑，请。
命一件，果然不凡。再开剑！局外，你手中用的可是巨阙剑？不错，朱金平，今天你是死定了。哼，不见得。好，拿命来！不好，朱金平手中拿的是普通兵器，怎可与那局外人所使的兵剑相拼呢？我得想法子按住朱金平。朱大哥，朱大哥，朱大哥！好，朱金平，今天算多饶你一命。局外，你慢着。朱大哥，那局外人他走了。姑娘，你。姑娘，你来的正好。哎呦，好险！甘大侠，什么事情啊？没什么。姑娘，你一个人来？是啊。盖公民呢？哦，他跟我哥哥到少林寺去了。哦，雍正去了少林？是啊，我哥哥说，在两宫太后去进香之前，哥哥要先到少林寺去看看。其实我早就知道。两宫太后已经决定在今年不去进香了。哦，那金永贞还去少林做什么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耶，朱大哥，怎么你的剑断了？嗯，怎么断的？哦，是跟局外人用的是拒绝剑，俊平老弟他的剑，所以才断了。朱大哥，你跟局外人动手了？嗯。那你可要小心哦。多谢姑娘关心，在下知道如何自保。啊，师弟，雍正已经去了少林，我们还要不要回去一趟？甘师兄，雍正他毁不了少林寺，我们回去做什么？啊，师弟，你还是想找逍遥客？不错，还有杀死苏老前辈的班达。奇怪，柳兄的师父丁不邪老前辈，他只露了个面，怎么不见了呢？师兄，前辈高人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也许他已经回去了。姑娘，雍正他几时去的？已经去了三四天了。哦，那这么说他已经到了。朱大哥，我哥哥的御马司有的是日行千里的剑马，只怕都快回来了。哼，怪不得当年雍正心纵飘忽快捷，感情他是有千里民居的。朱大哥，你要不要这种马？什么时候我骑匹出来送给你？不敢，请姑娘别这样做。俊平，你跟魏姑娘聊聊，余兄我去买点酒菜去。师兄，甘大侠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回皇上，臣发现少林五虎镇破绽之处极多，臣已经找出了破解的方法。哦，逍遥，经过了这一段，少林会不会发现五虎镇的破绽？回皇上，少林寺他们自然会发现这五虎镇的破绽，不过臣已经料定，少林寺就是再改进这五虎镇的方法，不外乎在五行变化之外，再加上正反相生、互相克制之机，所以臣已经先其借足代筹，替少林设计了一下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皇上，这些地方都是少林五虎镇必须要改进的地方。逍遥，
此处可是芜湖镇的破绽之处。回皇上，这两个地方是芜湖镇比较弱的一个地方。铁原，卑职在。你去选几名武功好的二等侍卫，立刻到监厅待命。卑职遵旨。 逍遥，你跟寡人一块儿走，亲自去操演此阵。遵旨。该公明。卑职在。诸君要是一回来，就叫他在这儿等寡人。遵旨。哼。糟了。 这几天我不在，也不知道那位主子又惹了什么事儿。听皇上的口气，好像是很生气啊。该统领啊，哎，王爷，哎，皇上啊，这去了监听了。哦，到监听去啊？看什么人操演呐？回王爷，这皇上到监听去看几名二等侍卫在那儿练功夫。 哦，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哎，姑奶奶吉祥，姑奶奶吉祥。好了，哎，这哥哥呢？这，回姑奶奶，皇上已经去监听了。哦，哎，王爷，臣在。咱们的内务府武备院是不是有很多好的宝剑？哦，这个内务府武备院。 没有什么好的宝剑呐，要找好的宝剑，哎，一定要到这个建福宫去呀！真的？哎，当然是真的啦！老臣怎么敢骗姑奶奶呢？哎，要是不相信的话，老臣带姑奶奶去。好啊！哎，姑奶奶请。走。这位糊涂王爷，我看你怎么得了啊！ 姑娘，你，甘大侠，这支箭你设法交给朱大哥，那局外人的巨阙剑就伤不了他了。姑娘，这箭是？甘奉旨，这把剑是战国时欧冶子所铸，与巨阙剑同时的龙渊剑。哦，姑娘，庆嫔恐怕不会接受啊。哦，甘大侠。 如果没有此剑，那朱大哥又怎么能斗得过局外人的巨阙剑呢？这个，甘奉旨，宝剑赠烈士，姑奶奶的一番意思，希望诸君凭他能够明白。好，盛情难却，甘某替俊平师弟先谢过两位。甘大侠，你快想办法拿去给朱大哥吧，我很担心。 要是那局外人再找来的话，那朱大哥一定会落败的。好，姑娘，等局外人受手之后，甘奉旨请俊平师弟使剑奉告。谁要他还了？你快去吧。哦，多谢了，姑奶奶，您这么做，哎呀，怎么，你又要管我的事？ 姑奶奶，卑职怎么敢呢？不过皇上怪罪下来，倒霉的还是我呀。好吧，那我就说你不知道，这总可以了吧？多谢姑奶奶成全。可是，怎么，你还有事啊？可是，我看皇上对朱君平有必杀之心呢。在皇上的眼里，西门千里是唯一可以跟朱君平对抗的。您这么一做，那不是让皇上震怒吗？ 你放心，哥哥震怒，那是我的事情。
生气嘛，那我这几天不出宫门一步就是了，好不好嘛？朱君，你知不知道，朱君平处处跟哥哥作对，你却处处的帮助着他，你这不是诚心跟哥哥过不去？没有嘛，我真的没有帮他什么事情啊。没有，那天要不是你出去，西门千里早就把他给杀了。哎呀，哥哥，那我怎么知道你要派西门千里去杀他呢？这么巧的事情，你也要怪我？这不怪你，怪谁呀？啊？哥哥，那西门千里不会赶在我不去的时候去啊？卓君，你好像还有理呀？啊？本来就是嘛，那西门千里可以整天都盯着朱君平，那他为什么不管？这么说，是西门千里的错了啊？至少这不是我的错嘛。不是你的错。哼。有一件事。哥哥今天非要问你不可。什么事？哥哥，你说啊。你，哎，哥哥，你怎么了？皇上也会吞吞吐吐的。卓君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和朱君平之间。无误，哥哥真不知道那张廷玉和朱氏是怎么教你念的书。哥哥，我问你这些话也没有什么玉礼犯规的嘛，我们是兄妹，这也不能算是过分呐。可是朱君，你总应该看看有没有别人在。哥哥不是一再告诉你，天子威严这四个字乃是维系邦国之本。哥哥，我倒觉得不尽然，林之以为
还要服之以德，才能让人真正的佩服。哦，朱军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越来越聪明了呢？啊，哥哥，我刚才问你的事，你还没有说呢。人生在少年的时候，总是会有所爱憎，就像是你爱朱君平一样。那哥哥，你哥哥，我不是有意惹你难过的。朱君，像哥哥这种年纪，那以前少年时的行径，就好像是过眼烟云一样。偶尔也会想一想，怎么会真的难过呢？哥哥，想不到你还是挺风趣的呢。哦，朱姐，你的意思，哥哥平时是对你很严厉？一国之君，这也是免不了的。哥哥，这我还了解。嗯，朱君，哥哥，哥哥，我要是因为朱君平的事而刺伤了你，希望你能够谅解哥哥。啊，哥哥，该说，皇上在。启奏皇上，内大臣萧遥萧大人觐见。宣，遵旨。皇上有旨，宣萧遥萧大人。皇上吉祥，姑奶奶吉祥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大师兄，你跟哥哥奏事吧。哥哥，我回宫去了。姑奶奶。小瑶，让朱君回宫去。皇上，臣已经找出了七种破解少林五虎阵的方法。哦，很好，很好。不过，寡人的看法，最好是再把少林的子弟引出来，再试上一试。臣遵旨。师兄，朱师弟，甘师兄呢？哦，甘师兄去找魏竹君。对了，白师兄，你怎么要赶回京师来呢？师父师叔都好吧？他们都很好，不过师父要我来找你跟甘师兄回去一趟。哦，是不是少林寺出了什么事？小弟听说金永真去过。是倒没有出，金永真去了一趟，惹起了不少的麻烦。什么麻烦？师父担心金永真会恼羞成怒，少林古刹就难逃劫难了。哦，白师兄，我们可以先下手为强，诛杀雍正，看他还能不能回我少林。师弟，我也是这么想。甘师兄啊，太宽，你来了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甘师兄，什么事好极了？啊，俊平，那匹喇嘛已经回到京师了。要替神丐报仇，咱们三个人联手，必可成功，这不是好极了吗？
可是师兄，啊，戴师兄给师傅带信，要我们回少林寺。哦，甘师兄，师傅跟师叔说，要我来找甘师兄跟朱师弟回寺一趟。好啊，那也不期待这一两天吧。哎，师傅倒没有说让我什么时候回去。哦，师弟，玉兄替你找了一把好剑。哦，师兄，你，哦，师弟，你的剑被局外人削断了。玉兄只好到古东店替你找了一把。多谢师兄。好剑，好剑。甘师兄，这把剑恐怕不是买来的吧？啊，静平，你的眼力不凡，此剑果然是买不到的。嗯，甘师兄，这把剑是从何处得来？如果小弟猜得不错，恐怕这把剑比那个局外人手上的巨雀剑还要名贵。师弟，你看，这铸有龙渊二字，想必是战国时楚王请吴国的欧冶子跟干将所铸的龙渊，太儿公布三把古剑中的龙渊宝剑吧。太官，你懂得很多呀。甘师兄，此剑从何处得来？朋友送的，义兄不善用短剑，所以转赠给师弟了。哦，不对，甘师兄，恐怕这把剑是魏竹君取之大内之物吧？哎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这龙渊太儿两剑是藏在大内的。啊，俊平，剑是我拿来的，怎么样到我手上，你又何必过问呢？甘师兄，师弟，这份情恐怕我们还不起。啊，这份人情不要你还。俊平，局外人是个劲敌，你别辜负了别人一番的善意呀！啊！明剑在手，俊平，太官，咱们先拿喇嘛来开战。天惶惶，地惶惶，佛爷打坐在禅堂，心惶惶，眼惶惶，墙上有人在偷望。徒儿，在。有人来了。啊，这些喇嘛有点怪，他怎么发现我们的？两位师弟小心点。师兄放心，我们既然被他们发现了，就不用再跑出去。是你们，要命啊！师傅，师傅是朱君平啊！不妨，回去来招呼他。班长，杀了游龙神丐，朱某人今夜来此，就是要为神丐报仇。很好，我也看你们是来的就去不得了。朱君平，永和宫是天罗地网，要想活命的话，快点逃！我们布置好之后，哼，你们就死定了。
朱师兄，师弟，你看看这个喇嘛，一个个都是色厉内荏的，都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嗯，太官，咱们就找这两个脓包。好，同志们，上！站！是！开！开！开！班子，拿命来吧！我也真要超度你呢。都给我们俩杀光了。很好，凭你认为，在暴君未曾扶助之前，朱君平的身世还是不要公开才是。师妹这么说，大概必有原因喽。君平为格杀暴君，五虎镇之中间，如果他在去大内之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恐怕对他的心理上会有很大的刺激。这个师父，您说朱师兄的身世是不是很可怜呢？无父无母无兄，师妹，愚兄的看法，原本想寄君平的身世，号召名士移民，常怀故主。既然师妹认为不妥，那就往后再说吧。大师伯，朱师兄他究竟是谁呀？师父，您说朱师兄是个孤儿，可是你们又说他是江平四娘。你们的朱师兄算起来是为师的侄儿，他是南朝最后一位帝王永历的孙子。什么人？朱君平，你为什么也是生长在帝王之家？竟是救王孙，这对魏如君来说
未免太出乎意外了。国仇家恨累积在汉族儿女心中，他们岂能容忍爱新觉罗王朝的公主和朱君平相聚在一起吗？魏诸君将何以自处呢？沈拟又将如何对付这大清皇朝的格格呢？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《神州英豪》第59集。